乐乐星，那我们今天就在下面一圈超人嘴强直男啦。那今天是我们5月18号的时候，像大家看到5月18号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可以来买一下我们这个妖艳的伺候女王限定专属。为什么都说不是用抽的呢？因为这个是保底，一定让你保底才拿得到的，好不好？其他都是抽碎片的，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抽，这个是直接买，好不好？那基本上的话，只要有我们专属券券70张啊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给他买回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就直接花钱来买吧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这边最近真的是比较资源缺乏啦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用资金来买剩下的35张吧。70张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让那个就可以把一个专武带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前面根本就不是抽，好不好？是直接买。我操！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超绝技动画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哦。碎裂斩击全新的画面，哇！还不，这有帅有帅，这个刷过去的那个就是爆炸变得更加华丽了，这个铁定要给他拿起来了。而且文少女又算是我们就是账号里面算是比较数一数二的角色嘛，所以这个是必须给他拿起来拿一波的，这样的话应该会提升我们自己能力不少哦。那希望能够抽到更多的那个啦，文少女的碎片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魂啦，好不好？但是今天让你抽到这个碎片也是没什么用，好不好？你要抽到这个碎片才是比较有用的，三个这个文少女的碎片抽起来，好不好？最近真的是资源匮乏啦，所以大家都会问说这边什么时候再开一拳超人的直播，最近可能也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钱钱啦，被封锁那一波真的是太伤了各位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尽可能这种就是专武啊或是新角色这边都还是会想办法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到他们的那个英姿跟样子啦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可是热爱这款游戏的热爱这个 IP 的人啦哦。来这边文少女的头冠好不好？所以真的是他的头盖骨是真的是他的头盖骨不是他的头盔哦。文少女的头盖骨出现好不好？好，那这边的话原本的大招是这个立即获得 50% 吸血持续两回合，对后体500单体两连击造成 500% 攻击力加8904点的伤害。那升级起来之后的话原本是 50% 吸血能力哦，看一下这边会变多少，强化起来，身心升起来。这边的话，超绝技好不好？哇，70% 吸血率持续两回合哦。然后原本是500嘛，变600% 的攻击力，哇、好高好高，升级起来没有问题。我们这样的碎裂斩击会变得超级无敌世界猛哥，好不好？这边的话600%哦，超级强。好，我们来去 KK 看我们那个道馆喽。如果有这个专武的文少女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弟弟王好了，搞不好 K 的死。来啊，弟弟王，那天下功力金条掰你哈、啊！来，刷爆你，刷爆你啊！来看一下啊、全新碎裂闪击文少女登场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取得好成绩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都用手动的，我直接刷他后排了。来刷一下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帅哇！而且重点是他厉害的地方是，他又给他 70% 的那个增加 70% 的吸血能力哦。那这个世界无敌猛，好不好？猛哥猛哥，吸起来那种感觉。好，这边的话，这一波弟弟王应该是那个一般的，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吧？应该是下一波还会后面应该还会有弟弟王吧？没有可能那么简单吧？我直接吓到我了耶！我们难道有这个文少女跟杰诺斯之后变得超级无敌强了吗？杰诺斯真的还蛮期待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专武出现的。文少女再来是杰诺斯了吧，所以下一期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杰诺斯。哇，这个好帅哦！下一期的话应该就是杰诺斯的专武了吧。那不，杰诺斯的专武我们已经拿过了，白痴。没事没事，抱歉，这瓶智障了。我们杰诺斯的专武已经尝试过了，就是上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冲破那个封锁线。那下一只有可能是那个吧，应该是那个甜美假面的装物吧。不过那只甜美假面就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了哦。好，这边的话没有问题哦，顺利的直接把那个弟弟王轰回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了全新的装物的泽平不一样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刷爆别人哦。这边的话应该 OK 哦。那个豪山拳我们应该也不用那么害怕了吧？吧，我是说吧，我可是这上面还是蛮恶心的。我那边刷刷刷。然后还是交给这个去炸一下好了。现在还是比较信任自己的那个我留全队伍啊。
啊，直接崩大，再加上哇，这个猴山拳要把我们 K 爆了。他先那个有没有？先来一个封锁能量。啊，封锁能量完之后，我们血都补满了，还行。哎、欸，他没大了，碎啦，那你就完啦，没大招的豪三拳，哎、欸，那还好嘛。其实我看到每一次那个豪杰的话，也是可以进来打看的，因为他未必能够让豪杰开到大招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这样。哇，可是我现在被轰爆了我，我被轰爆了我，天哪、啊，有点疼啊。你看一下这该怎么办哦？留给狗狗侠好了。留给犬犬侠啊啊啊啊！完了，而且他的独角剑是持续回血的啊！啊，不过他好像都没大招了耶，太爽了！那其实我们可以判断他的那个，哎，判断一下他有没有那个啊，就是有没有大招，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打不打赢我们这样。还行啊！哇，这样我们会不会待会没气啊？我那气是应该要留给那个……没事，我们有犬犬侠气满的嘞。哦，但是完了。来了，哦，不过我们的改杰还在，哇，可是没有轰死他，哎，完了，第一波那边没有轰死，结果这边还是打不爆啊，完了，哇 ，sweetie， 妖兽哦，妖修嘞，完了，哇，我那边开心，看来我们又要爆开了，下骂 ，OK， 啊，爆开。啊！去干呀！你妈妈吃吉娃娃！完啦完啦，没啦！可惜呀、啊，轻敌呀、啊！就他这边才使出豪杰拳呐、啊！你以为他不会出了吗？不，他会出，好不好？他会出豪杰拳揍爆你这样子！哇，第一回合还蛮开心的，结果后面直接爆开，然后哈，全部被浮屠小仙反伤反死了啦！哎呦喂啊！哇，尴尬了。好，没揍死，我们也没办法了，各位。啊、哦！可恶的大难阵型 ，GG。哇，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过来看看？就是我们那个文少女来打打看这套队伍，因为文少女搞不好可以抓掉那个豪杰，有没有？把豪杰抓掉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有点小机会了吧？看看，而且我们刚刚又拿到了那个全新的装武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不一样哦。哎、欸，用全新的碎裂斩击打倒那个，好不好？豪杰应该是可以宣传大家一波，应该是 OK 的哦。加油加油！看，来看一下，希望是可以啦。哦哟，烦呢、欸，因为都给我希望，然后再毁灭我，这样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、喔，文少女，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文可以用文少女来打那个，就是那个就是坦克阵型啦，好不好？可以用他们来打坦克阵型。你看一下，反正待会一定就是先朝豪杰打过去。好，说我们量没事，我们这边还有那个，我们还有那个、喔。来吧！哇，刷一半而已啊！啊，凄凄惨惨，惨惨兮兮，而且我们那个被杀死了、啊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妖兽了哦，爷爷，瞎嘛！完了。待会要吃重的豪杰拳了，豪三拳直接把我们给 K 爆，好恐怖哦！啊，完了，我这样会不会被揍烂？文少女没事，文少女没事，真的没事吗？我感觉快出事嘞、欸！啊！先把这个超级黑光 K 死，大家只要帮大家回血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这样增加 70% 的那个回血力应该是 OK 吧？回血力，
好啊，没戏也没戏。我觉得我们这组反而 搞不好有可能有机会哦，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打出什么东西。吸血吸起来，文少女，是是是是是是，然后原本想要把那个豪杰全打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只能一只一只先解决了，只能一只一只先解决了，各位。文少女先吸起来啊、哦！啊，奇怪啊！不要把我们打死，别死文少女！啊、哦，文少女没死，没死就有机会，没死就有机会，没死是铁定有机会的。吸起来，吸血，70%吸血，太神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这边就是互相打不死对面。拜托拜托，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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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独角仙！哇，哎，没死没死没死，呜，没，靠死了，死了，灰毛啊，灰毛死了，哇，文少女撑住啊！再撑个几下豪杰拳，我求你了！可以，满血复活。哎、欸，这是梅西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！我原本以为他会吸成功了，就没有哇，尴尬了，好可惜哦。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单挑了这个场次的第一名啊，所以应该还好啦，好不好？就没有办法了，好可惜哦。哎、欸，刚刚如果那边真的是打赢的话，代表我们那个文少女777哎、欸，好可惜，没办法了，可惜可惜啦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一次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全新的这个大招还蛮帅气的，好吧？还行还行，只是有点小可惜。我刚刚以为我们可以吸回来，结果没办法了，而且我们其他只都死爆了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！好了，大家今天有没有把我们这个文少女的这个头盖骨呢，给她带回家呢？都可以分享给泽平知道喽。那你们觉得这个有头盖骨之后觉醒文少女，有没有觉得这是世界厉害？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使用的一些经过，好不好？那么继续先玩到这边了，我是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